秒数不够，下次再过。我可能觉得五十秒不够，所以我就一直等，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等到它变六十秒，知道吗？你直接变十。但你要快步过。你就去买那个。喵。摔倒，倒在里面。远雄幸福城。刚看成远离幸福城，我想说是什么？太伤心了。